操场这么多钻石，这下要发财了，我今天要讨好他。看见这些钻石了吗？你没看见我吗？嗯，谁让你打断我讲话的？回座位上待着。我今天要讨好他，不跟他计较。这些钻石原矿都是我从叙利亚带来的，不仅如此，我还把它做成了盔甲。老师，我也想要。都别大惊小怪，你刚才说想要是吗？那你就要靠自己的双手挖出来。我这辈子还没有挖过钻石呢。那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哇塞，真是太感谢你了老师，我把钻石给你换成个盔甲好吗？求求你了老师，滚一边凉快去，我这身盔甲可是耗费大量钻石原矿，告诉你也不懂，懒得理你。切，不给我，我偏要穿，不能被他发现，赶紧跑，射向那边的目标。这个小绿毛油盐不进，一点也不识抬举，必须给他点教训。这下真是大快人心，带着这身钻石盔甲发财了。他被雷劈肯定不会放过，我直接跑路。这两边还有陷阱，我去旁边大楼停车场里玩会游戏，他等一下肯定会找来。不管了，先开机。Later. 我说无缘无故怎么会被雷劈？一定是他干的，难怪他跑得这么快，这小子今天飞宰了他。拿弓箭射一下那个目标，说不定他在那里。我去，怎么又闪电苦力怕？我刚才在那边，说不定已经被炸死了。再射一下这边的目标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免得中了他的圈套。我去，老师上来了，我赶紧穿上这身装备，气死他。再从背包里取出拉杆，敢偷我的钻石盔甲？我这只是借用。你放屁，立马还给。这不是还给你了，他一定被砸得小脑萎缩。我趁机赶紧走，前面的岩浆是陷阱，这个末影珍珠是诱饵。我其实从火把门下面逃走了。打开门，这个干草块需要拆掉，下面的那个是幻象方块，他敢跳下来必死无疑。我就躲在这里偷偷玩会儿游戏。真是太可恶了，必须抓到他，给他牙敲碎。末影珍珠，岩浆门。我懂了，臭小子，你今天死定了。真是气煞我也，找找别的地方。原来入口在这里，我就说不对劲，甘草块它一定在下面，我来了。我操！太残暴了。马蛋，刚才没注意到告示牌上竟然侮辱我，竟然有幻象方块儿，从背包里取出来，垫一个方块在上面，这下他无路可走了。喂，给我出来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快按下按钮。臭小子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幸好我眼疾手快。你马上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你饶谁不死啊，我敲死你。哈哈，钻石套归我了。真倒霉，下雨天还电脑坏了，只能来网吧上网了。喂，网管，你喊什么喊？他由于过度工作所以猝死，坐在地下，这里现在由我接班。你干嘛穿这身衣服老师？废什么话，要开机吗？昂，给我开包间吧。在里面，自己过去吧。今天网吧怎么这么瘆人？难道被坏人给洗劫了？不管了，先打游。不对劲，这里包间平常很少有人来，难不成老师有问题？不好，我听见了拔剑的声音，快按下我的保命按钮。我现在是隐身，他看不见我，只能趁现在先下手为强。如果被他抓到，我肯定跟其他人一样，这里他等一下就会发现。把墙上的按钮取下来放在旁边，他敢按下来肯定让他遭殃。带一台电脑走，这样才能赶紧联系警方。我自己在这里肯定支撑不了多久，动作要快。真是可恶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妖法，我刚才压根就没有看见他。这里我记得没有按钮，他肯定利用这个跑。竟敢跟我耍这种小把戏，真是可恶。不过他越是这样折腾，我就越喜欢。那里怎么有亮灯？不好，我听见了他的声音，快按下按钮。你小子别挣扎了，这些东西是困不住。他说的对，这些东西只能暂时限制他。这边有个隐藏门，把门关上，没人知道这里。这是我两年半前挖的密室，墙上的岩浆放到这个洞里，这个铁门不能出去。我从这边栅栏跳出去，然后把它修复一下，偷偷躲在墙角，在这里继续联系警方，等待回应。
我非要抓到他，把他碎尸万段。是不是躲在厕所里了？我怎么听着里面有动静？他竟然不在里面，看看这个还想坑我是吧？就你这样的小苦力，怕来几只我杀几只。看看这个怎么是个按钮，不对劲，肯定是密道。这次我拿方块垫下去。臭小子，你快点给我出来。没想到你个老东西来得这么快。你有种进来。你当我傻啊？你已经没有理智了，就在这里迎接审判吧。不好，我的刀掉了。看你后面自求多福吧。老师暂时性的又被困住了，我得快点联络警方，不然他这次再出来，我已经没有办法。嗨，这个学校太吓人了，真害怕哪天我丧命于此。今天我去地狱换一个环境。我去，我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？班里的同学都躺在地下，那个不是老王吗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居然还剩一个漏网之鱼，臭小子，过来受死！我去，老师疯了，这里绝对都是他干的。小崽子，你是跑不掉的，不能被他追上。刚才那一下把我名刀都打出来了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听为师的过来。放屁，你个疯子，离我远点，我要把你给举报了。可笑，你认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？那你就先下去吧。太吓人了，差点就死于非命。我要赶紧走，被他抓到我肯定没命了。今天就不该来地狱，赶快回到主世界，在这里才可能有一线生机。手里的压力板放在地下，为了保命，我之前在这里有老旧的陷阱，修复一下应该还能用，我就躲在这个小角落。快一点，请求支援。这个小兔崽子一不留神被他给跑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没有人能翻出我的手掌心。今天就算追到主世界，他也必须要死。什么个破烂压力板，肯定是他干的。想用这种方式拖住我吗？太异想天开了。我操！哈哈，陷阱虽然老旧，但是刚好够用，趁着这会儿赶紧跑。那边的小厕所是陷阱，其实我在这里躲着，把门顺便关上，顺着梯子爬上去。老师只要赶过来，我就想办法拖住他，只能再催一下救援队了。什么破烂东西，给老子脑震荡都摔出来了。这里不对劲，选择提示吧。那我进这边，不过这次我得小心点，把这个话撸掉。果然没问题，那他应该就在后面。我去，什么东西？真是太可恶了，又中了他的诡计。没事儿，我后退出去，笑眼就不会攻击我。雕虫小技，还想谋害我？他会躲在哪里呢？这里怎么不对劲？果然是个隐藏门，这次十拿九稳他跑不掉了。不好，难道是老师来了？果然，快点动手。你小子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劝你现在束手就擒。你放屁，等我出去看我不宰了你。上面的血可以撸掉，有本事你出来吧。不好，是岩浆，你敢骗我？明明是你自己太蠢了，我已经支撑不住了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等来曙光，救援队马上就来了。